看看会听到什么蜜蜂嗡嗡声之类的，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没有啊，你们用创造飞来飞去找，当然不算好吗？我才不信你们是用生存慢慢找的嘞，骗鬼哦、喔，骗人，欠砍，摸一下过来，过来，欸、他们是敌对哦、喔，过来让我砍。平原向日葵平原漫画森林，不是向日葵平原有哦，繁花森林啊，刚刚不是我错过了吗？刚刚不是繁花森林吗？我以为你是说繁花森林跟向日葵平原不会有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哇，我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糟糕了，我们又错失了一次机会了。都是我不够好，没把你照顾好。你打我骂我，就是不要拉黑掉。我想我不够好，能不能别忘掉？你不理我的日子，我总睡不好。找到平原啦！我快找到北极熊了，没有这样吧？我不敢再出海了，我觉得我快碰到海底遗迹了、欸。这边有了吧？蜜蜂也会有休息时间，不是吗？方块破坏声，为什么会有方块破坏声？哎、欸，真的会自己生小动物、欸，哎，真可爱。对啊，等下连丛林、西瓜、可可豆都遇到了，熊猫也遇到了，蜂蜜嘞？不是吧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哇！想死，真的这么难哦？哎呀，拿错了，长太像了吧？床跟铁钉，西瓜我有遇到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没注意哎。可是平原这种平原就是那几棵树上面会有，哇，那真的是。很难有哎、欸，好难有。哦，地上白痴哦，西瓜种子是不是？来啊，有本事海底遗迹啊！来啊！还是我可以打斜线 TP， 然后 B， 太累了啦！下次按价不要这种啊，找什么
找什么灵地福地啊，那些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啊，那我就不玩价啦，不可能找得到啊。哦，是西瓜方块哦。哇，你们眼睛怎么都是这时候长出来啊？不是这时长出来啊，用在这时候的啊。啊，这边是森林。要帮我看一下蜜蜂哦。我现在这是什么？应该不是我想的那个吧？红土大陆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哦，好好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，还好不是。我现在看到会发呆了，真的十点再找不到的话。我就去睡觉了。哇，海豚。对啊，早一个小时了哎、欸。哇、wow、哇、wow、这边是这边是海呢，这是热带海洋呢。太难了吧！哇！脚可以拿来做欢乐赛的地图，你说哪一个啊？刚刚个俊俏的地形吗？斗俊。严峻、险峻，是吧？还好没有说什么找不到不关台之类的啊，我们还可以下次继续找啊。就是这棵树，它孤立在这边，一定有问题。我要把这棵树给砍了。它如果没蜜蜂蜂巢的话，我要把它砍了。没事，长那么大干嘛？还一个人在这边。欠砍，长成这样就是欠下砍的啊，对不对？
砍树喽！你看，长这么大，孤立在这边欠砍。哼，扒你皮，扒你皮，扒你皮！这边有花哎、欸，你总该有蜂窝了吧？去死吧！没有，然后晴晴还在那边笑，削皮做记号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当大自然的破坏者。啊，这边应该是森林的，这边不会有了。有没有？啊！前面还有一点点希望，还有最后的希望，不，那个被我削皮了，哈哈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，有没有希望啊？我要买个希望，有没有希望？人家潘朵拉盒子最后的东西还是个叫希望的东西呢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们都去死！没事，长那么大干嘛？蜜蜂又不爱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你们为什么要长在这里？又没有风，又没蜜蜂。啊，我怎么还没找到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搞不好重开一张地图还比较快的。我讲到口水一直流出来，天哪、啊，已经呛掉了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没有啊。哎 欸，要10点了啦，夸张！傻眼呢！明明是感觉很简单的任务，怎么那么难呐、啊？好啦，最后如果10点前找不到，我们用飞的去找吧。用飞的，尊严什么的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尊严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离床太远。10点后，我在想说，是下次找还是只用飞的找？哦，哎呦，有希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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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是谁？哦，羊驼。
然后说有一个黄黄的东西在地上走。好吧，希望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说好的吸引力法则呢？我明明想着蜜蜂啊，蜜蜂怎么一直没出现？是我不够正向，不够虔诚吗？那天看到一个图片，是耶稣复活了，可是那个书不见了，变成什么？耶，复活了！耶，复活了！这应该算平原吧？吗？不知道，不算，不像。像欸，真不像平原吧？叭叭叭叭叭叭叭！熊猫不可能，我只要看到丛林，我绕过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只羊一定是他们没有卫生纸，然后对他下的毒手，所以他臭臭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，有臭臭。哇啊！我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蜜蜂好找了啦。之前 ATN 玩太多了，蜜蜂随随便便地底啊、水里面都会有。啊，被骗了，被影响了啊！啊，模组玩太多啦。啊，活该爱玩模组，被骗活该。白桦木林，哈基小鱼都见过剩熊猫了，不对啊，还有巧克力啊，巧克力还没找到呢。欸，而且很夸张欸，我最近收到的给我的卡片都是说祝你跟巧克力永远幸福哦，然后不然就是说你跟巧克力真的很配啊，有的没的。那个 CWP 的卡片，欸，聊天室等一下来打个字哦。如果等一下十点要我开创造背着找的打加一，打一；要我留到下次或明天继续找的打二。好，搞不好用创造我找还是更难找嘞。欸，我一是什么意思？用创造啊，用创造。二是明天继续找。感觉创造我也找不了欸，怎么回事啊？
有没有直接 TP 到蜂巢旁边的方法？一，感觉一比较多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好，谢谢你们用，还好是用创造找，不然明天继续找，应该找到死哦、喔。欸，明明聊天室就有那么多人，就是不打字哇！你们真的是很喜欢吃饵，对不对？喜欢放个饵料慢慢吃。哇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！我们在十点前，不会吧？那咖啡色的居然是土，居然是土！你们放尊重哦，我要削你们的皮哦！不要逼我，斧头都拿好了哦。我还削你们的皮咯，皮卡安你哦、喔！哦，向日葵田，不，向日葵花，再加上平原，有了吧？拜托，拜托，如果有的话，阿伯要抖我100块哦。哎、欸，娘娘，它是只会长在橡木，对不对？那个白桦木会有吗？哇！傻眼，傻眼，傻眼！削皮！哇，这片花！阿伯为了你的皮包着想，保佑我哈！呜、哦！因为你说繁花森林，因为繁花森林通常都是那个白桦木啊，除非蜂窝长地上啊。我不相信。就搞不好猎工作都冲出来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他。蜜蜂怎么那么难找？下次不要有这种东西了，不会再有了。什么养一只蜜蜂，一只蜜蜂，叫卡白。你刚开的小岛就有蜂窝了，我不信。怎么会？难道是逼我是要重开地图开到有蜜蜂为止吗？什么 TP 小雨？小雨就不在这边哦。繁花森林应该比较好找。还好你没做玩家生存，真的是还好没做哎、欸，不然你会看我一整集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一直在抱怨东抱怨西，然后剪成30分钟都有可能，然后抱怨完之后还是没有找到蜜蜂，等只能下一集了这样子，那就发现我偷偷用创造把一个蜂窝插在树上面去，就发现环境根本不对，有没有？针叶林总会有蜂窝啊！别坑！啊哈！那颗在水中间的哪颗？水中间的这颗吗？这颗是被我削过皮的哎、欸！你是不是被削皮的骗了？谁敲我？哎、欸，干太扯了吧！我学妹也直接遇到了，傻眼哎、欸！刚刚有一个湖，